各位同學，咁呢條係2011年啊 ，Paper Two 嘅第十條啊，咁 MVT 啊，咁適逢其會啊，我終於等到出咗嚟啦，咁就我有好多學生都教緊呢個 topic 嘅，咁所以我攞出嚟 present 嘅時候最啱時間啦。好嗱，呢條咁俾咗你 A B C A B S T 係 real positive real number，A 細個 B， 而個S 加 T 係一，即係佢。兩個數字都是即係加啱好係加個 ratio 係一啦。咁 D 兩次係負數 ，D 兩次係負數，即係 imply 到咧。D 一次咧係decreasing function 啊，有呢個性質。好，咁個 U 係 S A 加 T V， 咁咧要證明 by mean value theorem 去證明呢件事。嗱，其實呢度已經講咗 mean value theorem 係按邊個 interval 嘅啫，呢度一定呢面咧就應該係 B 同U 係細啲。左手面嗰面咧就應該係用呢個 interval， 右手面咧就應該係用 A 到 U， 咁所以我哋 consider 呢、這個，咁不過咧做之前咧我 check 咧就係、是、因為分母嗰度咧應該係 B 減呢、這個係應該 B 減 U 嚟嘅，分母應該呢個分母咧就係、是U 減 A 嚟嘅，咁所以我要 check U 減 A 同 A 減 U 係咩料嚟先，咁所以我第一步啦。咁啊，做之前咧，我 check 咗呢啲嘢先啦，放大啲。U 係 U 減 A，U 減 A 即係 S A 加一減，即係 T B 啊 ，T B 即係一減 S 啊，因為 T 加 S 係等於一嚟嘅。咁呢度減出嚟咧，就會係。看一下先啊，這個是，這個轉回 T 了，轉回 T 好一點，就即是 S 減 1A 加 TB， 原來是 T， 這個是 T 來的，負 TA。咁所以 T 若抽咗出嚟就 B 減 A 嚟嘅，好，跟住再 check 埋係我睇下 check 埋咩先啦，要 check 埋 B 減 U， 減 S A 減 T B， 呢個抽個 B 出嚟就係一減 T B。減 SA， 我呢個係 S 嚟嘅，原來即係佢嗰嚿嘢呢個嚟，咁好啦，咁所以咧我就敗第一個啊敗，MVT on 呢個 interval，on 呢個 interval 嘅話咧，咁嗱 ，F 係 continue 嘅話 ，F is continue on。AU and defensible on AU， 咁所以 there is 一個 C 喺個 AU 之間 ，such that FU 減 FA 除 U 減 A 就等於 F pi C， 我呢個 C 一啦。咁但係咧 ，on the other hand 咧，f pi pi x 係細過零嘅，咁所以個 f pi x 係 decreasing 嚟嘅，咁所以呢條式裡面咧，要 copy 一次啦。佢 decreasing 嘅話咧，即係佢會細過係，即係會大過 F， 因為 C 一係喺個呢個範圍裡面㗎，咁所以一定細過 FU 啦 ，F pi U。咁呢條式裡面咧，化咗佢之後咧，就應該會變咗係 FU 減 FA。嗱，剛才我計過U 減 A 係咩嚟㗎啦 ？U 減 A 係 T。B 減 A 就大過 F 派 U 啦，
咁即係證明咗一邊啦。縮翻細少先，證明咗呢面。係啦，證明咗呢面。好，嗱 ，by symmetry 啊，我照 copy 嘅啫。by MVT， 我另外一種顏色俾你睇。嗱 ，by MVT 就按另外一個範圍咯。改咗佢，改咗佢，改咗佢。U 到 B，U 到 B，U 到 B。咁 C 二啦，放吞大 C 二 U 到 B。好，其他嘢照寫。咁但係我呢度咧就會係 FB 減 FU 啦。咁有個 C 二，但係 C 二咧，今次就唔係大過呢個咯喎，因為佢係 decreasing 啊嘛 ，decreasing 咁應該係會係細過 F pi u 啦。咁 F pi u 嘅時候咧，就 imply 到咧呢條式裡面咧 F b 減 F u， 下面嗰度我正話計咗噶啦，計咗我哋 u b 減 u 係幾多咧 ？S is跟住 B 減 A， 咁所以 combine 兩個咧，我哋會有嗰條式出現咗啦。F pi U 係 lie between F B 減 F U S B 減 A F U 減 F A。咁我哋就成功用咗 mean value theorem 啊，但喺 DSE 裏面咧，個 mean value theorem 其實就唔係太難嘅啫，即係如果直接 apply 落去就得噶啦。好啦，到第二個，第二個呢一 part， 縮翻去睇先啊，呢個。咁應該點樣寫呢？其實就非常之簡單啫。呢個咁我喺呢度寫啦，查到佢先啊。就睇呢一段，細過呢一段，由呢段開始寫起。好啦，第二 part 啊 ，F B 減 F U 除 S B 減 A。咁因為 B 減 A 係大過零嘅，所以我哋可以 cancel 咗佢，同埋交叉相乘都得噶啦。T 跟住乘入去，咁呢兩嚿嘢係一樣嘅，調咗佢去加埋佢，就 S 加 T， 即係一嚟嘅。呢面就 T F B 加 S F A， 咁所以 S F A 加 T F B 細過呢個係一嚟嘅。咁 F U 我哋還原翻佢 S B 加 T B 啊。咁就做咗呢個啦。好，第二 part B proof 呢件事 ，P 加 Q 係一，咁就 proof 呢件事啦。呢件事咧，我會咁樣睇嘅，因為其實佢呢個條式裡面咧要分開咗兩嚿嘢嘅，一個即係個加嚟。咁呢嚿嘢就咁樣，咁其實我會聯想翻咧呢嚿嘢即係呢嚿裡面嗰個餡嚟嘅。咁呢嚿嘢點樣將佢分得開咧？變咗條加咧？因為佢呢個要加嘛，係咪分開咧？咁我所以兩調轉嚟做，調轉嚟做嘅時候咧，嗱我喺下面嗰度做起啊，咁我先修補翻啲嘢。P
睇翻先 ，HPKQ 細個 PH 加 QK， 咁個最好方法就分得開，佢咪 take lateral lock 咯。啊 ，take lateral lock 個特性咧係佢 inequality size 係 preserve 到噶，exponential 都得。咁上面就可以再分開 PH。咁啦，所以去到呢度嘅时候咧，我就睇到啦，所以我 B part 咧我就 consider 呢个 consider 一个 function f(x) 咧系 lateral log x， 咁我要 check 佢系 d 两次系咪细过零嘅啫 ，d 两次 ，d 一次 ，d 第二次。哦，真係細過零 ，for x 響 real number 嗰度啊，咁所以我哋by 第 A 嘅第二 part s 即系 p 啦，而家呢條而家個 p f h 加 q l k。就細個等於 LPH 加 QK， 跟住呢個就落咗呢度。好啦，做到呢度咧，唔好諗住做完咯，因為其實咧，佢有啲 bug 喺度噶。嗱，因為咧，其實我哋咁樣睇嘅話咧，即係佢個 domain 咧就 H 同 K 之間。咁我哋睇翻個 condition 咯，即係我哋之前一個 consider 呢個加句咧就 on。HK 呢個 domain 啊，咁 H 係咪一定大過 K 咧 ？K 係咪一定大過 H 咧 ？Sorry 唔知嘅，咁所以同埋咧 ，H 應該唔會等於 K 嘅，因為我哋個 domain 嗰度咧開頭嘅時候咧 ，A 係細過 B 嘅，所以佢兩個 domain 係唔一樣嘅時候咧，咁喺呢度嚟講咧，我哋就 assume 啦 ，H 係細過 K， 呢個可以即係 case one 啊，呢個 for 呢個 case 係 let， 但係另外一個 case 都係。一樣嘅啫，即係 H 大過 K 都係咁樣做，只不過將成套嘢調轉咗佢。咁但係我哋有個問題咧，就存在咗，就要揾到 HK 係咪啱先 ？H 等於 K， 所以我有個 case one 啊，就 H 等於 K 嘅時候，咁左手面咧 H 嘅 P 次加乘 K 嘅 Q 次。咁呢個嘢即係 H 等於 K， 即係 HP 乘 HQ， 咁即係 HP 加 Q， 即係等於 H。咁 H 咧就個前面嗰寫就 P 加 Q 個一，咁分翻佢兩嚿 PH 加 QH。個 H 可以變翻做 K， 哦，咁即係啱嘅，咁呢個 case two 啦。所以我哋 proof 呢啲問題上面咧，係要 consider 咧好清清楚楚咧，佢哋點樣玩嘅啲嘢。好，咁啊最尾嗰 part， 最尾嗰 part 就好金嘅，即係有一步咧創作嘅時候咧，即係你創作啲嘢，我哋識條鐵係咪先？好啦，我哋睇下咩料先啊。嗱，佢話咧 ，lam x 一、x 二至到 x n， lambda 一至 lambda n 咧喺個 real number 嗰度。咁個 lambda 一至 lambda k 加埋等於一，叫你用 mi 去 proof 佢。咁啊嗱，我哋簡單啲寫 ，let 咗 s n 就 be 呢個 statement 先。咁 n 等於一嘅時候咧，咁好明顯嘅啦，就係x 一 lambda 一係一定細過等於 lambda 一 x 一噶，即係就等於添，因為 lambda 一係等於一，因為得一個啫嘛，得一個即係佢嗰個加埋一嚟嘅。好啦 ，assume s k is two。IE 呢 x 一 lambda 一 k lambda k 係細過等於 lambda 一 x 一 s 加加到 x lambda k x k，
好啦，嗱，留意呢度咧，我哋要 satisfy 有個 condition 嘅，就係 lambda 一加 lambda 二加 lambda k 等於一噶。如果冇呢個 condition 咧，呢條 inequality 唔成立噶。咁就唔係話隨便有 k 個數加埋係，即係求其有 k 個數都得噶。咁所以 for s k 加一嘅時候咧，咁你個 left hand side 就會變咗呢個嘅。跟住就放大啲啦 但係呢度咧 ，lambda 一加 lambda 二 ，lambda k 加到 lambda k 加一係等於一嘅。咁我哋點樣砌咧？砌到佢又有 k 九乘埋嘅，但係咧又要佢個 index 上面嗰啲加埋係一嘅話咧，咁我就用以下方式啦。真係創作啲嘢，我哋識條鐵啦嚇。再講一次，我哋需要將佢砌到佢嗰個 index 上面加埋要係一，我哋先可以 apply 落去用。但係又要有 k 夠 index sum 係等於一，同埋有 k 個夠，有 k terms 上。k terms 嚟嘅 ，k 個 terms 嚟嘅。咁於是咧，我就會咁樣做啦。我寫多次啫，寫多次個 k。我將呢兩嚿咧，混合咗佢嚟睇。嗱，呢度睇下先啦，呢度一有 k 減一個，咁我將呢兩個咧。就抽個 index 出嚟咧，令到佢要加埋一，咁即係呢度我抽個 index 出嚟咧，我哋要變咗做，即係呢度有個數字，有個數字，那個數字要整到出嚟咧，我哋要整令到佢嗰個數字 lambda 一加 lambda 二加到 lambda k 減一，再加問號嗰嚿嘢等於一嘅，屈佢啫嘛，呢個係嘛，屈佢，好啦，睇下點樣屈咯喎。炒鬼咗佢先啊！呢個整個整嗰個 lambda 一加 lambda 二俾佢，lambda 一加 lambda k 加一佢。咁啦，咁所以個 index 上面嘅嘢，嗰堆 index 嗰啲啊，呢堆 index 加埋咪一咯，可以有。咁你裡面平衡佢，咁咪即係要搞翻舊嘢俾佢啫嘛，係咪先？搞翻佢平衡翻佢。就要 over 翻佢嗰個分母嗰嚿嘢啦。就要 over 翻 lambda over lambda k 同埋 lambda k 加一。好啦，我拆翻上面嗰啲啦，咁去到呢度，咁所以呢嚿系细过等于 lambda 一 x 一 lambda 一加 x 二 lambda 二加到 lambda k 减一 x k 减一，跟住再加。呢個 index 乘呢撇嘢，哇！簡直即絕啦，係咪先？仲唔絕招係咪先？好啦，咁跟住第二步咧，再 check 佢咧。再 check 佢啦。呢個數加呢個數咪等於一先，冇錯，都係加埋等於一。咁咧再呢、這個嗱呢、這個敗下心神啦，呢步落呢步係敗。心神，
好啦，咁跟住再落去嗰步咧，再落去嗰步咧就拜上面嗰個 case 啊，拜 B 嗰個 case， 就將呢嚿嘢，哇！要好小心做啊！將呢個次方搬去前面乘佢，同埋呢個次方搬去前面乘佢。問你死未？變咗價添。變咗咁啦。好啦，查返嗰啲綠色嘢先啊。跟住再將佢乘埋去，乘返呢嚿入去。Shit！ 係咪？黐線。乘咗佢就會 lambda k x k， 約咗㗎啱啱好。好啦，嗱我 k 都做落去都做到 short 曬啊！哦 shit， 呢個係係啦啱嘅。咁所以 s k 加一 is true 啦，跟住 by m i 下山一萬字。嗱，你可以停咗部機，你睇下點樣搞佢啲問題。咁咪慢慢睇翻佢，咁就 proof 咗 MI 六分。咁當然呢條係第十條咧，當年第十條。咁好多人都係做到寫下咁樣，因為真係有佢嘅難度喺度，同埋創作嘅時候咧，你真係創作得好辛苦噶嚇。咁要思考嘅時候咧，佢其實係思考要你好抽象性咁思考嘅。咁不過 OK 啦。咁最後啊，呼籲各位同學請 subscribe Dr. K 呢個 Max 呢個 channel 啊。咁我繼續 post， 即係與時並進啦。咁如果有問題可以 send email 俾我啦。咁就與時並進，咁我會不斷咁錄多啲新片俾大家共享噶啦。咁會員如果可以嘅話，都加入我哋個會員啦。咁就當係對 Dr. K 啲 Max 呢個 channel 嘅一個支持啊。好，拜拜。